所有国家，迎接三年圣的来临，都在外面的人士和晚上。祝我们的希望，能在这个兄弟姐妹，今年我们的祝祥和祝举的日，咱们相见就和睦生中。是我们的一片红之梦，红日如驸马利亚，祝中祝福，以你做膝盖的领带，圣灵圣衣大圣罗舍，众众方去和中华福生共享荣生，并是我们基督你的圣职耶稣基督，赞美你显扬你。神父、修女、家属及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感谢天主让我们相聚。此时的我们，共同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，悼念基督的忠仆，群羊的善牧，尼哥老是经典主教。主教看似平淡的一生，却彰显了救世主圆满的降生，因为他用他的一生描绘了救赎工程的奥妙无穷。不善言论的他，虽从未为自己的一生添色加彩，但每日与他共同饮食的人却深深明白他的谦逊正直，他的安品乐道，无时无刻都体现出一个献身者的形象。他信仰虔诚，圣德出众，曾因坚持信仰而失去自由的他，被下放到一个砖厂去改造。此时他不因困苦而挫折，而是甘心忍受天主赐予他的一切。曾因病苦而深受折磨的他，从未吐出任何怨言。他所表现的是一个善恶的良善与心谦，他所倡导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忍耐与刚强，他所树立的是容不能摧毁的丰碑。施主教献给了崇祯奥斯汀传教修女会的第一页，他奠下了传教的基石。他从天主手中接受了这里需要呵护的种子，他栽培并浇灌了他，助他毕生的心血为修女们的灵修和学业谱写了光辉的一篇。他用自己的行动照亮了所有修女们的心灵，他用自己的言谈归下了传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笔。俯首甘为孺子女的他，不畏艰难困苦，最终使这粒种子萌芽生长。恪尽职守的他，不仅为广大信友树立了模范，他更为国家培育出了栋梁。他的学子遍及各个部门，
任，市组织部中心主任及市公安局防暴大队政委、中航政科级干部、市师院外语教授等等。恳切的他不曾因工作繁忙而推搡，更不曾因环境恶劣而屈服。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仍留在每个人的心间，不断修葺的他一天一个台阶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他的一生是敬主爱人的一生，没有他，我们教区就没有今天的昌盛。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，没有他就没有阳光普照的欣慰。他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，也是极其平凡的，但他却在困苦困难中树立了胜利的旗帜，在平凡中响应了天主的伟大。他没有钱财，却寻到了天堂的宝藏。他谦卑受辱，此后却享受无穷的荣耀。他为教会、为社会及人灵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活出的是一位教会赤子、群羊善牧的光辉形象。敬爱的尼哥勒是英坛主教，安息主怀，享受天主给你预备的天国荣光吧。